Yo， 大家好，我系 Dolan， 又嚟到咧每个月都会开箱嘅 Easy No Bad Days， 今个月嘅主题咧就系、是、My Bestie。好，咁喺开始之前咧，首先睇下呢个一次过订阅咗六个月 No Bad Days 送嘅一个 Polaroid 小卡礼物。五月份 My Bestie， 咁咧原来系关于佢哋嘅宠物啊，可以见到上面有啲狗狗嘅手掌啦，同埋啲狗仔。咁 Leah 只狗咧就叫 Bella。咁 Rugi 咧就应该系有养猫嘅 ，Kellyang 咧都有只狗仔嘅。而 Yuna 咧都系养猫猫嘅，我相信咧 No Bad Day Set 入边咧一定会有佢哋嘅狗仔猫仔嘅相嘅，我哋而家事不宜迟，即刻开嚟睇下啦。我哋咧一嚟咧就见到呢个好得意嘅刺绣襟章。我估咧呢只就系 Leah 嘅 Bella， 而呢只咧就系 Rugin 嘅猫猫，咁咧就系叫做 Tali。呢个就系 Cherryong 嘅狗仔，唔知呢只系 Cherry 定系 Chesu 咧？呢只咧就系 Yeji 嘅汗衫，最后呢只就系 Yuna 嘅猫仔 Sarangi。然之后咧呢个就系佢哋嘅宠物嘅贴纸啊。有猫仔、狗仔啊，头先嘅 Isabella、Dali、Cherry、Chesu、Sarangi， 仲有啲鱼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sticker set 两张。跟住呢个就系 photo card set， 咁咧一共就有五张嘅，后面咧就有佢哋嘅人名啦。咁呢张相咧就系佢哋喺拍摄呢个 Never Now 嘅 selfie 嚟嘅。好，跟住呢个就系一个类似一个 zip up 嘅袋，我哋开嚟睇下先。咁咧官方咧就叫呢个做 zipper pocket， 咁咧就系、是、拉开就可以放嘢喺入边啦。咁我相信呢个咧就系、是、放喺个 diary 嗰度嘅，因为佢有几个窿仔咧，就应该系放落个 diary 度嘅。呢、这个就是今个月份先有的 birthday card， 上个月呢就是 Rugin 生日，今个月呢5月26就是 Yeji 的生日了。 Happy birthday Yeji， 生日祝贺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即刻打开这个生日卡来看看，真的非常期待。封面已经是一张未公开过的照片，而后面就有 member 写俾 Yeji 嘅一啲 message 啦。好，咁咧就系一张立体嘅生日卡嚟嘅。下面咧都有 Yeji 嘅 message， 仲有佢 BB 细个嘅相。好，咁跟住最后咧就系、是、呢个日记补充纸啊，我而家放落去呢个 diary 度先。
No Bad Days My Bestie， 咁咧就系关于宠物嘅。咁呢只就系 Yeji 嘅狗仔啦，啡色呢只就系汗衫，黑色就系燕衫。咁另外一页咧，原来咧就系佢哋第一次搞嘅 Diary Deco 嘅 Video Call， 佢哋嘅感想啊。之后咧就到 Lia 嘅 Bella 啊。亦都有咧佢 video call 之后嘅感想。好，就轮到咧 Rujin 嘅猫猫 Tali。咁咧都有 Rujin 嘅 message。好，咁咧就轮到 Cherryon 嘅两只狗仔 Cherry 同埋 Chesu。车辆的 message， 最后最后啦，就是 Yuna 的 Sarangi， Yuna 的 message， 哦，跟住就是其他的 review paper， 咁咧全部都是一样的。好，头先咧就提到嗰个 Super Pocket， 咁咧我就放咗喺最后啊。咁咧我就谂住我嚟装呢个贴纸啊，每个月都会有嘅贴纸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。咁咧就啱啱好啊 ，fit 晒。好，而我咧就将头先嘅小卡咧就放入呢个卡簿入边啦。好，原来咧就已经嚟到五月啦，呢个就系一月、二月、一月、二月。原本條片就壞咗，就重新拍過三月四月嘅。然之後下面咧就會放埋六月。好，咁跟住後面咧就係 album 嘅小卡啦。好，咁今日条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嘅话就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一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